阮这两个出生草地的庄脚囡仔，一世人无赚着大钱，嘛无起楼啊厝，更加无大好业。但是我真正足幸运的，因缘和我做慈济，走到一条爱的大路。感恩我的大哥，和我看到伊的病痛，和我化缘用上灵的法安病人的心。感恩我陪伴过的病人，还佮有家属，恁用性命教我好好去想，人生上价值的到底是甚么？